么切入？无缝接轨一下。那下一个应该是玉德，所以请到前面来准备。哦，还有感谢那个雨婷计时，那所以现在可以开始计时。好，我们提案三分钟哦，就算是那个就送的主办人也是会只有三分钟。好，我今天要提案就是我们现在 GDD 社群有很多个 task force， 那有一个 task force 是就送团，就送团就是主办大送的这个工作团队哦。那我们现在酝酿半年左右，我们要推出GDD 的公民科技创新奖助金，那目前总奖金高达300万，我们希望可以募集6到10个专案，一个专案30到50万哦。那今天其实就昨天晚上深夜，这个网站已经上线了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先到 grants.gdd.tw 来看一下。那GDD 的一个 motto 就是座右铭，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，那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。那但是没有人啊，因为没有人是万能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动员了很多人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然后大家都是自主的来做，然后贡献了非常多的坑哦。可是这样子的形式，我们一直用黑客松的形式在冲刺、冲刺、冲刺，就常常会有发生太展开，就是一个专案变成10个版本啊，也没有那么多了，大概最多7个。然后没展开，哎，黑客松吃完披萨回去就没了，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或是逆展开，就讨论讨论，结果发现这个事情可能不需要做，哦，但是呢，但是，哦，有人是真的吃了非常多的炸鸡之后，非常非常多炸鸡之后，真的回去有展开，哦，那我们也希望在黑客松冲刺的这个形式之外，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支持，让真的有展开或是有潜力可以展开的这些专案，可以继续这样续航下去。所以我们就参考了像德国的 Prototype Fund， 他们今年去年也开始征件，那征了几百个件，那他们就选得很辛苦。然后还有 Knight Foundation， 他们有提供这样公民科技、公民也是开源的这个专案的奖助。所以我们准备了就是比较小规模的这个奖助金，好，30到50万，6个月一起。所以从2017年1月开始，我们要试办第零期。第零期就是一个示范，所以我们等于也在摸索。那提案是1月1号到1月31号。那之前我们的这个细则出则已经有一些在社群有在流通，在邀请大家给意见。好，那所以其实就是呢，具有台湾国籍或是居住在台湾的自然人都可以申请，但是呢，摩天轮不行哦。那团队也可以申请。那主题就是大概涵盖GDD现在目前大家关心的6大主题，那加上一个我们有特别的一个主题，其实愿景，那细节可以在网站上看到。那我们当然是一定要开源，然后还有符合公民科技这个大的范围。除了奖助金，也提供技术顾问，然后社群回馈，还有最后的媒体曝光的这个整包。好，所以呢 CivicTech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用这个梗。我们有 Civic Tech， 我们有 Grant， 最后会有什么呢？就是会有一个 Civic Tech Grant 的 deadline， 就是因为这是有个 deadline 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有规划，然后有支持的一个，最后会有一个成果的一个计划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目前是联合报愿景工程、台湾大哥大基金会和蔡玉林律师，还有另外一位不想具名的善心人士捐款，然后支持这个第零期的计划。好，
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我的提案是说要征求公民黑客的提案。那如果在座有人觉得自己的提案、自己的专案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提案的话，好，欢迎来提案。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奖助金给问哦的询问台，好，我们的团队目前是有这些，那我是一旁的徐小薇，还有小班，好，我们两个今天会在某一个地方开设这个询问台，有任何提案询问可以来问，好，谢谢。